近日，一身黑装的吴建豪牵着女友一起出现在某酒店餐厅。原来吴建豪此行是与女友一家一起用餐，在一个多小时的密谈结束之后，吴建豪与女友将亲朋好友送走，之后吴建豪搂着女友边走边闹，一起返回酒店房间。举止亲密的二人加上此次见家长，应该是好事将近了吧。不六娱乐，余文素地。